什么跑步跑太久会肚子痛？哎呀，跑了3000公尺，来休息一下。哎呀，肚子好痛啊！跑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肚子会痛呢？哎呀，就是因为船长平常都在海上，没有在跑步，练习的时间不够，或是身体突然用力，掌管呼吸的横膈膜的肌肉会跟不上步调，这时候就容易感觉到肚子痛哦。看来我的练习还不够呢，要养成定期运动的好习惯才行。